喜爱撞球了，撞球没有撞球就吃不下饭，就睡不着觉，甚至就会活不下去的撞球是撞球狂。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2020足尖撞球明星邀请赛的冠军争霸战，将要由柯秉忠对上吴坤麟获胜。球王的冲球，这第一冲，哇，二九碰来不赢，哇，轻轻的一推二号球进底袋，三号球五，然后四号球进，九号球喷走，哦，让待会七号球好打，哦。我们想太多了，这个二号球他这么简单，他竟然失误啊！是，哎，我们都想多了，就这个球没进啊，所以这年轻人他。他的二三五这个球球难度很高，这个难度很高，这个难度很高，这个难度很高，非常漂亮，哇，接待进，直来直往就有难度，因为要很细腻。这个九号，掌声鼓励，精彩漂亮。现在八号球进，哇，这个球形吃完也是厉害。好，选择要六八中间穿越。结果是比较低杆撞六号，结果撞到六号了，但就是要把四号打进下角。但是是不是要灌球打代跑？是不是像我刚说的那个方式？他瞄到球，对，就是我刚讲的那个方式。漂亮，一号球进，好球。选择用力，多走横台，他这个横台哦的点哦太准了。所以他你看直线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哦，二做三过了，后面就一路顺畅。对。投过身体就过，那二号进，没错，做三，现在、哦、然后下一点左赛，对，最左边的这个点的，好，差不多，但他哇太轻了，他没有考虑到力量的问题啊，是，所以他这个球应该是在往上，他是不是他这个球是不是要来对付？好，奈波印连二哦，这很难说了。嗯哼，五、哦、啊！但是这个吴坤麟的解球怎么样？哎，露馅了！哇，五球跟三号球互换位置，互换位置、哦、对。然后三号球再跑到四号球附近。嗯，哦，这个最好不要碰九号了。哦，好，没有碰，没有碰到，单纯打四号，打上来一颗星，弹过来五号。钝杆一颗星，另外一个很顺的推杆两颗星或三颗星，都难打哇！这个很难打，这个两颗星，这个球很难打。打进三号球之后，母球要走到哪里？下第一杆，然后走。对走 ，OK OK OK， 这样可以了。哦、我们看他是要防守还是要拼保球？好，选择我们讲的第一条路、哦，然后母球走一个三颗星到四颗星做二号，掌声鼓励。在等三号回来吗？好，他要去进七号，再等三号回来、哦。哇，撞了一下，有没有分开？他 lucky 了。小灰灰好像没有挡住。好，八座九走一个推杆两颗星，好，推杆一颗星，我们讲两颗星弹上来，非常 easy 的 level， 最后的 gamble。这个赛末点 gamble。掌声鼓励！九号球打进，柯秉忠拿下了2020足尖撞球明星邀请赛的冠军。